Brian 的船的钱，回头他又去偷偷摸摸去买 Chris， 可是就300磅，你值不值得呀、啊？就300磅。要是着急回来卖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收别的那船了。嗯。很早就回来了，他在那旁边，他把 Chris 把那个 Brian 收完了以后，他偷偷摸摸去收 Chris。傻逼，这不能当人看，这他妈的傻逼一个。